大鹏所成三日两夜自由行。好啦，咁我呢个三日两夜嘅自由行呢，最主要就係去呢个大鹏所成嘅游览区，去三笪地方。第一笪就呢个教场尾，第二就呢个大鹏所成，咁呢个或者叫大鹏古城，同埋去呢个东山寺，呢个超过600年嘅古寺啦，吓，即或者古庙啦，吓。咁我会行埋呢个欢乐海湾度假村嗰边嘅，同埋我行埋呢条长廊啊，我就咁呢度好长啊，呢度行成个钟头行到嗰边另一个度假区嘅。好啦，咁咧就话我，因为我哋坐车咧，其实坐车就坐到嚟呢一个位置度落车啦，喺度位置落车。咁啊，行过嚟呢度吓，咁呢个城楼牌啦，落车行过嚟，咁啊入去呢个租呢啲咁嘅教场尾民宿。咁如果大家谂住去沙滩咧，可以租前排呢度，呢前排呢啲咁嘅民宿好靓嘅。咁我租咗呢一间嘅，我租咗呢间行出嚟咧就系100米到嘅吓，咁啊700几蚊。一間我視頻會講俾大家聽嗰間呢間酒店嘅感受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唔係成日去沙灘咧，其實租中間冇所謂，租呢一邊都冇乜所謂嘅。咁啊會平啲添，會平啲同埋靚啲，大間啲嚇。咁由呢、這個教場尾行去呢一個古城咧，南門咁大概係20分鐘。咁或者可以由呢度行去你出嚟呢度行去呢个跟条马路行去呢度咧，去呢个东山寺咧就大概都系20分钟吓。咁、或者有啲你行完呢、个大鹏古城之后，喺呢度行去都系东山寺都系20分钟到啦，慢慢行啦，20分钟啦吓。咁最主要就系游览呢三笪地方啦，教场尾、大鹏古城、东山寺。咁我哋点去呢个教场尾呢？其實佢喺呢個南澳區啊，呢個南澳呢個位置啊，南澳啊，呢度咪南澳咯。咁呢個教場尾啦。咁我哋點去法咧？我哋就喺呢個深圳嘅蓮塘口岸。咁直情坐呢個公交車由呢度去到呢個教場尾。佢途經鹽田區啊、大小梅沙咁樣咯，去到呢個教場尾。咁有好多人咧建議打滴滴去嘅，咁我嗰日嘗試打滴滴嘅，咁就等咗兩架滴滴都打唔到，因為佢話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冇車去，咁所以我就喺呢個高德地圖揾，佢話建議咧就坐呢個 E11，再轉乘呢個M471或者呢個M457個路線，咁12蚊嘅啫，咁。路程就系47公里吓，咁1小时57分。咁我哋揿开呢度啦。咁呢架喺呢个蓮塘口岸嗰度位置咧，坐呢架 E11，佢坐3个站咧，就会到咗呢个大鹏中心。喺大鹏中心落车之后，行前195米，去到呢个大鹏中心2号巴士站，转乘呢架471吓。咁去到呢、這、一个教场尾呢度落车，去到教场尾吓，过吓教场尾个落车，咁总共系搭10个站。咁我嗰日咧就好彩冇搭的士嘅啫。如果搭的士咧，就会喺呢、這个大小梅沙嗰条隧道咯，即系会塞死，塞好耐。咁我搭呢架公车咧，佢有条巴士专线嘅，咁啊就唔使塞车，反而我就唔使塞车添。啊咁就整段路咧，由呢一個蓮塘口去到呢個大鵬中心嗰段路，大概係50分鐘嘅。咁我落咗車之後咧，我行向前行過咗段馬路之後咧，其實又揾到呢個大鵬中心嘅中心2號巴士站。咁我等471，咁我見到架的士嚟，我坐的士。咁其實好快，坐的士係15分鐘。至20分鐘咧，我已經到咗呢一個教場尾嗰個牌坊嗰度落車嘅。咁總共我用咗，反而係1个钟头10分钟嚇。咁分鐘可能快過坐滴滴啊！如果去塞車嘅話，
啊，咁我冇塞车，咁啊一个钟头十分钟就到咗呢个教场尾啦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系星期六、星期日咧，因为好多人会去呢个教场尾嘅，大家都系坐呢个21公车，佢好多公车嘅吓，咁一架唔得，第二架我等咗第三架就上到啦吓。好啦，出咗莲塘口岸嘅左手边，行前大概150米，去呢个巴士站嗰度搭21，跟住去到呢个大鹏中心转的士入去呢个教场尾，落车就呢个位置啦。咁啊，行入去教场尾，系个民宿嗰度啦。咁教场尾系一个咩地方呢？其实教场尾咧就以前咧就嚟啲官兵啊，同埋啲士兵喺度练兵嘅地方嚟嘅。其实呢度有好多民宿嘅，好大家选择。你中意中心啊，近马路啊，近海边啊，其实都冇咩所谓嘅，其实都系争几分钟嘅路程嘅啫。咁啦，呢啲民宿又好靚啊！咁呢啲咁嘅車咧，可以入手就載你噶啦。咁啊，單程15元，環繞一圈呢個教場咧就20元。咁啊，沙灘咧就好淺水嘅，咁啊去到好遠都好淺水，都唔過腰嘅。咁而家呢度嘅沙灘咧係俾人係坐嗰啲咩快艇啊，咁後邊嗰個沙灘先係正式俾人游水嘅。咁呢度有啲好多海鮮檔啊，咁每一個海鮮檔咧就話一二百、一三百、一六百啊，咁啊五餸一湯啊咁樣。我冇食嘅，咁我就食其他嘢咯。咁大概300元啊都要嚇，咁就食出嚟效果唔覺得好咯。咁一間咧就我會介紹一間咧，就係當地人咧推薦，我喺當地認識到個香港人咧，佢介紹咧就去呢個叫彭城飯店食，又抵食。咁我都去咗食一間，我視頻有講嘅。咁啊，彭城飯店就喺呢個大鵬古城入邊嘅。咁大鵬古城入邊咧，其實原來有好多呢個飯店嘅，咁應該都抵食嘅。咁大家喺嗰度食啦，咁同埋嗰啲風味都好特別嘅。咁我就住呢一間酒店啦，唔係叫酒店啦，叫民宿啦。咁啊，而家入去睇睇，俾大家欣賞下啦。咁我喺網上 book 嘅就700元一晚，710幾元一晚嗰啲。咁但佢話好大床咁樣，兩張牀我唔覺得大啦，咁好鬼窄嘅。其實這個教場尾嗰個觀感咧 OK 嘅，都好 relax 嘅，啲民宿都好靚嘅，咁同埋覺得嚟到呢個真係好要好好放鬆嘅。咁個沙灘咧到就啲沙唔係好幼細咯嚇。咁都好多嘢食嘅，有燒鵝啊，腸粉啊，有啲咖啡啊嗰啲咯。咁各色其色啦。咁同埋一啲 BBQ 啦，有啲酒吧啦，咁有啲人喺度唱歌啦。
仲有啲釣蝦店啊，水上嘅快艇啊，電單車啊，嚇嗰啲都有嘅，卡拉 OK 啊都有嘅嚇。大鹏横斗太阳沟，明雄修山引发油，所成古城繁华闹，三日二晚随意跑，鹏城翻滚没事香，东山寺边声声唱，孤山巷中有人
山寺敲钟禅，岁月两万，快乐多，轻松自由心不舍，大鹏梦难忘啊，海风轻拂了湖鸦，脚步轻踏沙滩，笑声穿清风般，望云出海天蓝，心生初刻平安。小镇幽静，心静，花草香，人心静，阳光暖照心间，大鹏绿城梦无限，三日两万，快乐多，步步走离时间，旁中饭馆离欢，东山寺敲钟禅，三日两万，快乐多，轻松自由心不舍，大鹏梦难忘啊，海风轻拂了湖鸦，脚步轻踏沙滩，笑声穿清风般，望远处海天蓝，心深处可以难，加的加的加大的加大了快乐的呜呜呜，加的加的加大的加呜呜呜呜，咁啊，第二日起身咧就落雨啦，成日都落雨，咁就冇咩地方行噶啦，咁就我就行咗去呢、這、一个欢乐海湾嗰边嘅度假区吓、啊，之前我前面介绍过啦，咁喺我哋嘅较长尾嘅沙滩嗰边嘅左手边一路行行去好远嗰边啦，咁嗰边叫做欢乐海湾度假区啦。咁嗰边有条个滨海栈道嘅，咁我会沿住一路行到去栈道嗰边另一边嘅沙滩，咁嗰度应该到几公里嘅吓。大鹏盼到天空蓝，教场美名素庵，放眼花叶闪烁。自在心心头暖，所成古老街边，步步走离时间，旁城饭馆离欢，东山寺敲钟禅，三日两万，快乐多，轻松自由心不舍，大鹏梦难忘啊，海风轻拂了乌鸦，脚步轻踏沙滩，笑声穿清风般，
心境，花草香人心境，阳光暖潮心间，大鹏旅程梦无限。咁啊，夜晚冇咩做，咁都系有少少微微雨都行过嚟呢一个大鹏所城啦，咁或者叫大鹏古城啦。佢拥有629年嘅历史嘅名城嘅，城内有100,000平方米嘅。咁你如果真系慢慢行，我谂都要行到成日先行晒嘅。咁佢城墙咧都有成1200米啊。高6米、闊5米、深3米嘅，係我嚟防禦嘅工作嘅。而家今日咧成為呢個深圳8大景點之一嘅，咁所以好值得嚟嘅。咁每逢假日啦，或者黃金週咧，根本逼爆曬呢個古城嘅。咁而家呢個係夜晚，咁啊夜晚嚟嘅人比較少啲，咁一間會拍日頭嘅。咁你會感受到嗰個人流係幾多啦？大鹏哼到太阳高，明星秀上银发油，锁成古城繁华闹，三日二晚随地跑，鹏城饭馆美。声声唱，孤山巷中有人慌。
自在，微凉，脚步轻快，低笑，旅程短暂。风之心未完，美好回忆心安，期待下一段路，让梦想再起航。心啊，月啊，无边无际。
而家我哋去呢间鹏城饭店啦，咁我哋入咗呢个南门，一入就转右手边，右手边一路行一路行，你就会见到呢间鹏城饭店啦。佢有好多间，入边有好多间嘅，我谂都系佢开噶啦。咁就揾间少啲人噶啦。咁理论上你唔 book 位咧，你系可能爆嘅。咁我就八点几嚟，咁就好彩都有位。啊，咁呢个第二个城门啦，哥马呢个城门。啊，咁咧，你見到前邊都有啲人喺度等緊位嘅，你見到嚇，咁啊，就係前面呢度啦。咁呢度一間，再入啲都仲有一間嘅。而家見到啦，就係鵬城飯館啦，或者呢間最入邊嗰間，入邊嗰間大間啲嘅，嚇呢間細啲嘅。咁啊，建議大家入去入邊嗰間食啦。咁呢一间就大啲嘅，大家嚟呢间食啦。咁我觉得呢间大间啲，坐得舒服啲啦吓。第二日早上啦，咁嚟都系冇地方行，都系逛下呢个大鹏所城啦。
溪沙，海风轻轻叹息，雨滴落在手上，像记忆般散去。海浪拍打礁石，天灰灰的皱皱，湿透了的发丝，让我心情迷茫。下雨的时光，静静的倾听，雨声中找到安静，海边的梦境。前面呢個雪糕車個老闆娘咧，佢識講我哋啲廣東話嘅。咁你話想去呢個鵬城飯店食嘢，佢會幫你 book 位嘅。咁日頭嚟呢個大鵬古城咧，成條街都係人啦嚇，咁就應該都行得唔係咁暢順嘅啦。你風吹過湖邊小路，又暖了山家。熟悉的老歌旋律，轻轻勾起回忆。木板房里的油灯，昏暗摇曳的光。母亲轻声哼着，爸爸在旁轻敲桌。时光如烟，匆匆流连。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，再听一次，满是了温暖。那旧日情怀，永久难忘。老街角的茶馆，八婆的笑脸，人来人往不变。热闹依旧在心间，那时候的简单快乐不需要多言，一起走过的街头是最美的画面。时光如烟，匆匆流连，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，再听一次，满是了温暖。那旧日情怀，永久难忘。遥望，
那街角都烟，匆匆流连，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，再听一次，那是温暖，那旧日情怀永久难忘。So
进化。心啊，月啊，无边无际，让我安静，让我沉默。回忆漂浮在这夜空里，点点滴滴诉说无尽话。好啦，咁呢个东山寺咧系建于1394年嘅，超过600年嘅历史噶啦。咁呢个寺院咧占地咧就4000平方米，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